老外，可以啊。我觉得老外都会蛮喜欢我这样子的个性的。2019年到现在，2019、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，对，四年。嗯，自己有没有内心就是想要表达的感受，就是获得这种收入？就是开心一点啊，然后把它当作得到金钟奖、金马奖的感觉，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得奖的感觉，因为我没有得过奖。对啊，真的是一直以来都没有那种得奖命，而且是我第一次主动参加的比赛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怕输的人嘛，在以前啊，可能都没有参加过什么选美啊，或者是也没有得过金钟奖啊、金马奖啊，那演艺人员已经就是从事了20几年都没有拿过奖，结果没想到第一次拿的是看来都是奖。所以我就给自己就是圆满一个心愿，就是我把自己打扮得很像得到选美小姐一样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披那个彩带嘛，我就觉得哎，这好像选美小姐哦，于是我就灵光一闪，我觉得说我就把自己的那个典礼要去领奖的这个心情，把它转换成我要走星光大道。你这边有找到 OK 的对象吗？没有哎，你要帮我吗？要介绍吗？对啊，年纪都可以吗？小鲜肉或者是大你很多的都可以。可以啊，可是不要超过20岁啦。就是不要小超过，不要小我小超过20岁，超20岁太多了。老外，老外，可以啊。我觉得老外都会蛮喜欢我这样子的个性的。对。